Enter to grow in wisdom. 熟了吗？耶鲁小狗狗拍照。耶鲁的大一新生都会住在这里，就这个。你看他们在介绍校园，哦，很漂亮哎。然后这边就是住宿的，宿舍。宿舍。这个叫 Phelps Hall，Phelps Gate，Michael Phelps 的家。我觉得我现在逛了10分钟，里面就是上。没有逛10分钟了，嗯，大概7分钟。7分钟，那智商上升7分，7分这么快吗？0.7。我们就跟着最专业的耶鲁导游逛了下午的耶鲁校园。逛了正常的图书馆、音乐图书馆，还有稀有书的图书馆，真的是蛮有趣的。这个学校真的是资源丰沛。在图书馆里面还看到这些酷酷的小雕像，发现是每一年的毕业生都可以一起投票选一个，并雕刻在学校的图书馆的一角落。正逢期中考，还有一个图书馆的音乐清单，我还有 contribute 一些春天的歌。当然，购买学校的 gear 也是一定要的行程。耶鲁蛮特别的是，他们的学院真的是还蛮鲜明的，每一个都有一个学院自己的 badge， 真的还蛮像哈利波特的学院的。美丽的校园。徐徐的阳光，就在校园内边走边拍了好几张。晚餐时间，我们来到一个已经快要开100年的窑烤披萨店来吃晚餐，但我觉得它蛮好笑的是，它每一个披萨都切的 size 真的差太多，让我们觉得有点傻眼。1、2、3、4、5、6片，他骗我，这是6片吧？哎，没有7片，为什么会切成7片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它有些特别口味的披萨，像是蛤蜊口味的，觉得还可以，但没有到特别出色。我的海鲜开吃之旅开始了。Neptune Oyster 的海鲜真的是非常新鲜，而且跟纽约比起来，价钱相较便宜很多。不管是生蚝或是炸鱿鱼，都非常的新鲜鲜美。那我觉得蛮特别的是，它有一个叫 Johnny Cake 的，上面是鱼子酱，然后咸咸甜甜的，还蛮赞的。推荐大家来的话可以点。它的龙虾堡是热的跟冷的都有，然后热的就是跟奶油一起，冷的就是有点像龙虾沙拉那。个人是比较喜欢热的，因为吃起来就非常的爽。但是我觉得两个都是非常赞，而且它的龙虾给的非常分量，非常的多，很值得大家点一下。我们现在的行程是要去逛，我要去吸收智商。去哈佛吸收一些智商跟文艺气息，要用力吸，像比赛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场吗？有。Enter to grow in wisdom。我们要 enter 哦，我们要获得智商了，走吗？走，走。嘿嘿嘿。有智商吗？哦。Overall， 哈佛的校园还蛮美的，但是这一次的哈佛校园的重点好像是这个 John Harvard 的铜像，大家都会摸摸他的脚，吸取智慧。那我们当然也不能错过的，也要摸一下，吸取一下 John Harvard 的智慧，让我们以前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人生中都变聪明一点，这样子。啊看起来蛮聪明的吧？这可以调，不聪明吗？Depart to better serve thy country and thy kind。离开哈佛，我们就前往 MIT， 然后我们到 MIT 的第一站就是去看他们的 bookstore。第一个注意到就是 MIT 的 bookstore 东西真的跟其他学校很不一样，包括给婴儿看的书都非常的难的感觉，什么 blockchain for babies、advanced physics for babies， 我的天哪，我真的看到震惊到爆炸。哎，这 talk nerdy to me 超好笑的，应该5点。好适合你哦！但我们没有注意到时间，居然要关门，就只能草草的离开。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，觉得 MIT 的系馆有东西好像就比较下趴一点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忘了来朝圣 MIT 的 Banana Room。当初只觉得 Banana Room 还蛮酷的，有香蕉可以吃。但是发现这最后的故事是因为很多 MIT 跟不同美国大学学生其实食物的来源是不稳定的，所以因此设置这个 Banana Room， 让学生们能够在课堂前跟课堂后至少有这些香蕉可以来摄取养分。这可能真的是我的怪癖吧，我真的很喜欢逛不同的学校的校园，而这3天逛下来，这3个顶尖的学校。给我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，不管是学生、建筑或是校园。跟着我一起逛这些校园的你们，有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在 Harvard、Yale 或是 MIT 上课呢？或是你有比较喜欢哪一个 campus？ 在下面跟我讲。晚餐我们来吃的餐厅叫 Lolita， 是一个墨西哥餐厅。觉得食物还不错，有一点点偏贵。它的这个玉米 elotes 非常的好吃，但是注意到是它的停车非常的难停，所以建议可以坐 Uber 就坐 Uber。嗨，我又来了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Ana Luisa 的视频。这是很庆幸的，又可以跟他们合作。以小资女来说 ，Ana Luisa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因为以价钱来说还蛮实惠的，而且它就是不会过敏，而且也不太会掉色，也都有2年的保固期，所以假如说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在2年内他们都可以帮你去修复，非常棒。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，就是它是一个平替的爱马仕猪鼻子，它是有点是拿爱马仕的那个猪鼻子的概念，它的一个 chain 的感觉做成小的。我自己觉得这个反而还，这个 size 我反而更喜欢，而且价钱来说是好几百分甚至好几1,000分之1的价钱。那第二个这个手环，这个是上次跟大家讲的，这个东西就是我这次迭代是新的，它这个有一个 diamond 跟有个小珠珠坠链的，它搭起来就是非常的怎么讲，就很 delicate 很 dainty， 然后他们的细节就真的做很好，搭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可爱小巧可爱。然后第三个要跟大家讲的是。这个迭代的项链，而且这真的是非常实惠，是因为有点像是买1送1的感觉。我之前在外面其实就一直有找不太到，就是好看的长度叠在一起，而且它的金属的色泽也要一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，就像穿毛衣啊，或穿一个简单的 T 恤都可以搭配的好方法。好啊，那我们要出门了，继续逛。这趟旅程真的是我的痛风之旅，不管是炸鱿鱼，或是烤章鱼脚，或是龙虾意大利面，或是墨鱼意大利面，我觉得都是蛮推荐、蛮赞的。 推荐大家都可以来一点，真的是蛮好吃，而且它分量很大，所以假如说你人没有那么多的话，其实真的不用点那么多刀，我们也没有吃完。大大的螯，可以抱吗？但假如你跟我一样不会剥龙虾的话，那我只能帮你加油，因为 我还是没有学会。谢谢。没有。啊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最后还是成功了，虽然没有成功的非常明显。这是 Backstreet Boys， 这是叫什么？后街吧。好强哦！龙虾王。 龙虾王王一中，龙虾王一中。哦，好红哦！它腿长非常好。 虽然我个人不是棒球粉，但还是来朝圣了全美最老的球场 Fenway Park， 就在 Boston 就一定要来看看。看到了熟悉的张育成，还有来看一下听说非常难打全垒打的 Green Monster， 因为是非常遥远的全垒打墙就在这儿。这是史上最不 visitor friendly 的一个城市。 让我 complain 及提醒大家一下，假如说要来 Boston 玩，真的不要开车，停车位真的史上最难找。走之前的最后一餐，反而是我在 Boston 觉得吃的最赞的一餐，这间叫做 Barcelona。到了晚间的9点以后，所有的店员就会站在吧台上面喂，从上往下的喂酒给大家喝，真的是有够欢乐，有够开心的，食物又好吃，算是一个完美的 Boston 结尾。回去的路上遇到了大雨，但我们还是平安的回到纽约了。那今天的 Boston Vlog 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！ 在走之前，不要忘记可以用我的链接去Ana Luisa看看哦。